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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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在干嘛？为什么是那一堆石头？上次在干嘛？我在盖东西吗？上次盖那个盖色板呢？啊嘿嘿嘿嘿，对，嗯，完了，老了，完了，校长醒醒，校长。校长真的老了，校长，你还可以说约就约的看电影旅行，可以的。你说你变年轻了，你不要吃。回到大学的生活。可是不得不说，看到你那边 po 文，第一个想法就是，应该就是真的体会到的人才会 po 这种文。真的是觉得自己真的是年纪好像真的有上去了，你知道吗？会真的是会很怀念说，哦，我以前好像真的是就是很年轻时到处乱跑乱撞。我们等下再来讨论大家年轻的时候都我们做过什么事情。月月没开麦哦。如果说我们这个高校一直用去十年之后，这四十岁就可以讲，哦，我年轻的时候怎样怎样怎样，哎，那感觉超可怕哦。好老啊，好老啊。我年轻的时候十年前在这边盖社办，不是，那你也要想还要在长青高校。长青高校高校到底会变怎样？好令人在意哦。还是轻松高龄，欸，用了十年的速记，然后这样子真的很有噱头。哎，对啊，可是也要观众愿意陪我们。对，等下观众说去大学，谁陪你们十年啊，我要走了，再见。哎，欸，到时候要是有新观众，他们可以炫耀。哎，欸，我是从十年前开始跟的哦。会陪了，只是会换一批一批一批啊。他们越换越少，不知道了。爸爸小时候就是看这个长大的。有一个传奇的故事啊！儿子，你看这个轻松社区大学，对，他以前叫轻松高校啊。我们是社区大学啊，已经不是一般的大学，是社区大学。那再久一点就变老人院了，是不是？对啊。不，高中会出叫什么轻松高龄啊？轻松公园，轻松公园。今天要晒太阳哦，然后就一群人慢慢滑出去。好啦，公园开课了，已经公园开快了啦，因为已经老了嘛。好的，已经老了。啊，今天呢没有变什么变动，就大家自由活动。好，好，好，酱油你的噩梦。哦，我跟你说啊，我今天做了一个很神奇的梦，我梦到啊，就是我跟一群朋友要出去玩，然后出去玩以后，突然间被一个头长得跟那个新冠肺炎一样的，他头就长成新冠肺炎的样子，然后身体是新冠肺炎的颜色，然后还有眼睛，没有鼻子，有嘴巴，然后他对着我说，对我们说，我来攻击你们啦，然后冲过来，攻击你的村庄哦，对，他攻击我村庄，然后结果重点是我们被这个病毒人攻击以后，我们还继续玩呢。接着继续玩，然后都不害怕一样，然后不知道从哪里从口袋掏出一把枪，边打病毒边玩。那是打病毒，那耳温枪吗？耳温枪。那请问你的子弹是酒精吗？酒精爆弹。我要射他眼睛。完了。杀伤力好高啊！接着玩，那些病毒太强太多了，然后我们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钢弹，然后我们就骑上钢弹飞上去，然后边跟我们就边跟病毒打架，然后边骑钢弹在天空飞啊！钢弹，对啊，这就是梦啊！然后后面我一个队友还被干掉了，然后我们就把他扛在钢弹的肩上跑。所以你的队友是谁？对啊，你队友是谁？有点印象，是不是不好说？因为怕是我们这里面的其中一个。哦，完了完了，说你挂了啦！他扛得动的人有谁？哎，不是啊，钢弹在扛，又不是我扛，开始跑。那钢弹扛得动的有谁？掉下去了吧？管他，起飞掉下去。对啊，可以吧？管他，飞起来可以。
然后最后我们把病毒全部消灭以后，就有个病毒还冲出来对着我说，哈哈，我刚刚已经把病毒注入到你的血液里了，你将会成为下一代魔王，我就醒了。那他把你做掉了，你完蛋了，你完蛋了，我把你做掉，你做了你要隔离了。我醒来以后我就在想，我在做梦吗？还是我刚刚被感染了啊？欸，有人说也太像工作细胞的剧情了吧？工作细胞超版吗？超像的，工作细胞有钢弹，钢弹跟抗体之类的。对啊，那就是抗体出来打架之类的，然后喷那个什么，就是抗过敏之类的，毒丹。哎呦，烦哦！我怕我在游戏耶。我怕我在睡下去以后，可能会弄个第二集。就一直想同样的剧情啊，你就想一想就会有延续了。真假的？你就死命想。你们有做梦延续过？就睡觉之前。有啊有啊，就是你一直想着那个东西，它很容易就直接接续下去。哈基都梦到他中奖过了。马上枪口就打开。有人知道吗？梦跟现实是相反的。安道，算了。啊，可是我你们都有那个能力哦。我每次睡觉前想梦那个梦，梦到之后就变另一个了。我死从来没有连续过。对啊，就都不会延续的。嗯，很难过哎。长梦延续的梦。对啊，很累哎。很累。连续的很累哎。对啊。可是连续的如果是爽梦会很爽。对啊，哪一种爽？爽哪种爽？哪种爽？你觉得是什么爽？就是什么爽喽、哦。你是想连续什么嘞？换团色，连续嘞。比如说，出去玩之类的嘛，对不对？不行，等一下，我突然看到了一个东西，让我很想要特别讲出来烧一下，好扯，好扯，好扯。有人说他突然想到之前今天对之前发票中了4000块，太爽了吧？太扯了吧？4000块，太开心了。感谢超级留言，先感谢起来吧，先感谢起来吧。我的啦，我只有中200。我只有回本过，我好像也只有回本过，没有。对，发票，对发票回本，对我也是。发票回本，就是你买那个啊，比如说1000块悠悠卡，1000块这种。哦，我怎么讲悠悠卡？白手购物袋了，怎么讲悠悠卡？我怎么悠悠卡？这个实在太让我想烧了，所以我特别拿出来讲一下，特别拿出来烧一下，这个很值得烧一下。杰克不是也中过4000？那很久啦、啊，那是轻松生存的时候的事情，不是吗？记仇到现在，啊，你已经中过4000，好爽哦，好爽哦。不是生存，是高校，是高校那时候的话题，是高校者，对对对。那好像没有很久哦，是很最近，也是有一段时间了吧，然后才拿出来讲而已啦。对啊，刚、啊、好嘛，好好编一下，好好编、哦、一下，编一下，好好，谁赖我？好羡慕，好开心哦！我都时不时都在做梦，看会不会哪一天突然中发票之类的，这头奖之类的，在梦里吗？没有，连在梦里都没有梦过，你就。在梦里中，然后现实什么都没有，也是很难过。对啊，哦，简姐，哦，太辛苦了，哦，天下喽，下喽，越来越钝了，越来越低了，这剑越来越废了，上面缺口越来越多了。啊，我的剑怎么那么的废？哎呦，还我们捡到3个荧光墨囊。有，是算了，没来哟。说到那个发票中奖，我想问你们，你们刮刮乐刮到最多钱是多少？200块，200块，2000，买100中200，500，2600，有赚的有赚的，有中500，3600其实很多。我是刮100块中3000，我以为是。那你有在买36张吗？100块？没有，没有。而且你知道我都在哪里刮的吗？我都在那个指南宫的，就指南宫，我都在指南宫刮，然后都中3600。得命保佑。对啊。五包比呢？夸张哦。
然后你都要写那种数字有666666的，666的是不是？所以真的真的玄学有用，是不是？玄学玄学。哎，我去那边刮，那个哪里啊？你说指南宫那边，我上次好像刮了300块，没有中，我又刮300，没有中，我不信了，我又刮300，还是没有中，我总共喷了1500。一张都没中，感谢超级留言。你太强求了。对，你要先摸，你要先摸完那心流，你要先摸完那只大鸡，好不好？师傅怎么教你的？那是现在不能摸，它上面写禁止触摸。没有啊，有一个可以摸吧？有吗？现在是不是不行啊？现在不行啊。等一下上面就沾满了恐怖的东西。哎呦，口香糖，病毒人，所以就有病毒人。口香糖，有病毒人，那病毒人是那边来的吗？那病毒人是真的，真实存在。对啊，你摸一摸你就成为病毒人。哎、欸，对耶，我突然想到，其实如果依现代社会的，就是对于疾病的，就是一些了解哈，其实应该是要小病毒才是主谋。小病毒。小病毒，对啊，你是说怎么会是细菌人呢？对啊，因为病毒比较恐怖，不是吗？对，道理不一样的。对啊，可是那个时候好像是细菌比较恐怖，细菌人。对啊，其实应该先要变小病毒才是主魔，他应该要画一个番外篇，就是突然间小病毒反，就是反扑这样子，反扑细菌人这样。欸、他平常都在装可爱，原来都是装的、啊。主要是因为那个啦，面包吃的那些发怕的是细菌啊。哦，是啊、哦，对啊，对啦。哦，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有人讲过这类的。那直接病毒的话，直接无解。对啊，病毒面包。病毒面包听起来就很可怕。它的形状是不是比较特别一点？嗯，多特别。长得。你们觉得吐司面包超人到底帅不帅啊？他就是方形脸啊！我觉得小病毒很怕他，不是吗？一堆女生喜欢他，就好吗？就觉得你就把他想成就是怎么讲？小白脸、就是，他们的世界观可能很帅吧？对，他们世界观就是、哦、啊，白白帅帅的这样子。是啦，白白净净，白白净净的这样。对啊，高富帅，高富帅。我原本要讲奶油。然后突然想不对，那有奶油面包哎、欸，奶油面包吗？没有吧？是哪一个？有内馅呢？我想问，那个吐司超人，他会剥下自己的头给别人吃吗？不会、欸，他们好像不会，但咖喱面包超人看过，咖喱会啊，咖喱不是吐咖喱出来吗？吐咖喱也太恐怖了，我记得是哎、欸，你知道我看过一个本是写。那个吐司跟咖喱，你怎么会看到东西？我看到图片，我不知道，我这次滑滑 FB 有看到这个东西，就是你知道，就是咖喱吐司的那个样子嘛，然后就把它画的那个就是对。各位有新标题喽，各位面包超人本，面包超人本，天哪，哇，没有，你面包超人很不好查，你要查面包超人 BL。查你要查，不要查啦！我正在查，你正在就是大家都开始去查了。我在查，听到打字的声音有没有？正在有哎、欸！我那时候看面包坏法国面包超人，你跟说成法国面包超好笑的。那个纯净是怎么回事？我觉得害怕、喔。原来面包超人跟细菌人是一对的，难怪。哦，不是啊，通常就是正派主角跟反派一定会有一个啊，对啊，是一定会有一个啦，对啊，就对啊，基础设定好啊，哦，面包的本也很香，是不是？刚出炉啊，刚出炉，热腾腾，哦，那这样就可以很正大光明说我要吃掉它。对。哦、我要吃掉第一，然后你在书上面裹果酱。天啊，好糟糕哦！怎么在想？突然想到很糟糕的台词，可是太糟糕了，讲不出来。没有、欸，小雨就是这样，来你讲，来讲，请说，请说，来，要请说。不行，我怕大家都被黄标。我要听专业术语。没事，没有，你可以适时的逼。
对啊，每句都是不是？整句都讲，哦，逼不完啊！你怎么可以整句话都是嘞？哇塞！不是，这就是把关键字逼掉，终于听不出来在讲什么了。关键字到底什么？超在意的。你已经把大家的私下讲，太危险。你勾起大家的兴趣了。你可以直接打在聊天室上。啊，你们确定吗 ？DC 打 DC 啦，我说 DC 啦 ，DC 啦。然后由我们帮你说。B O 本里面会出现的句子 ，A B O 之类的吗？你可以加油天数没关系的，好不好？大家都在等，我好害怕，我好好奇哦，我好奇哦。有他正在酝酿情绪了，他在酝酿情绪了，他用朗诵的，欸、朗诵嘞，他现在很害羞哎、欸，强力效率保护、欸哦，这好棒、啊、小雨害羞得数，嗯，不是害羞得数，我为大家的那个收益着想，没事，我今天标题是打说大人，大人那个不是吗？上次讲的。大人限定，嗯，就那团团色啊，有没有？就你们在乱来啊！你也提的啊，你说所以大人才能进来啊？我觉得这种标语根本没有，那种小孩更想进来了。嗯，他们都更想来看，是要骗来骗点阅啊？要大人，我要进来。我是大，他就很喜欢开，我是个大人了。对、啊，一个大人，会氪金的。我自己认为我是个大人。嗯，哦。我可以看这些东西，然后看鬼面那哭那个，对不对？来自哎，哦对，要讲。我一直在观察小雨打好了没？对，我也还没了，还没了。啊，你打好了，那你再讲论文哦。我的还在等，是不是？到底是什么文章？到底，好期待哦！修补二，你又修补二了？没有啊，我刚去魔化斧头，之前有留一把六排的斧头啊，然后修补二，哎呦，效率八吧。我要很委婉的打出来，这就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哇！小雨。哦，你是不是这方面的游戏玩太多了？不是哦，我就说了不能讲嘛。重点是他看起来乍看之下还挺正常的，细想就觉得怪怪的。长大后就会觉得歪歪的了。都是这种车啊，对对对，就是可以想办法圆回来的。那种细思极恐的东西，对啊，很正常哦。你懂的代表你也是其中一伙，大家都无聊。我不懂啊，哎，看不懂哎，看不懂啊，不太懂。看不懂啊，你在装，你在装，在装啊。什么意思啊？好好奇哦。对啊，谁能解释一下？看不懂，看不懂。那我要念出来解释了。这个不会黄标啊？是。没有没有，因为这是已经经过我的委婉修饰之后，这是已经是修饰过的，已经修好的了，真棒，修补好了，可以播放的那个就是全年龄向，全年龄向舞蹈机。这是大人会不小心笑出来，可是小朋友觉得没什么。你们大人在笑什么？好奇怪哦！什么意思啊？好笑的什么？可以解释一下妈妈？哦，不懂哎、欸。结果妈妈就说：“你长大后就知道了。”妈妈这也太白目了吧！哈哈哈哈哈！妈妈这呵呵也太白目了吧！哎呀！哎，这个应该还好了，没事。嗯，这个词没事，只是洞窟也太崎岖了吧？美食面包的台词，不是美食啊，美食动漫的台词。对对对对对。不是，想想其实小时候看很多，好像觉得很正常，像是那个什么魔那个小樱他哥哥跟那个雪兔。小时候觉得他们的感情真的是友情太伟大，长大之后没有、欸、我小时候觉得他们怪怪的、欸。我小时候觉得不单纯、欸。对啊，
为什么是两个男生然后配女主角他们？对啊，害我觉得雪兔真的是女的哎、欸。看下去，就大概觉得不单纯啦。我真的觉得雪兔是女的，你知道吗？啊，真的假的？我那时候觉得他为什么女扮男男扮女装女扮男装去男那个吗学校吗还这样子之类的，然后变身之后还是长发，我就更怀疑她是女的了。有鬼，她有女生，长得还漂亮，对，还白白净净的，一定是女。然后比老师还漂亮哎、欸。你知道我唯一稍微比较好呀，觉得奇妙的，就是我只有觉得为什么那一部的男不管男生女生那个脸都尖的跟什么一样。因为以前都喜欢那种脸呐、啊，以前作画风格就大对啊，很尖呐、啊，我想说是可以杀人呢、欸，这好恐怖，还没啦，还好吧，我觉得他还没有到很尖吧，对啊，是啦，你看一下那个年代的比起来，他已经不算是很尖的，你看算委婉，你看一下海马赖人，委婉，海马赖人，很直内，很直内那个下巴啦，对啊。想想小兰的头发，哦对啦对啦，死了，小兰的头发到底怎么长成那样的？杀人武器。哎、欸，那我比较，因为你讲到他们两个，我突然想到，像那个什么，他小英哥哥跟那个雪兔是大概就是很明显嘛，但是、嗯、但是我就一直很好奇，嗯、那小英跟芝士到芝士对小英到底算不算？芝士算吧，啊，我觉得芝士算是他只是想要养成耶，对、啊、就是我看到后面觉得好像只是描绘是纯养的，可是他有一些有时候又好像举重吗、就是、对啊，我就那个时候我反而比较讶异的是这边哎、欸、是早期的 VTuber 哎、欸欸、他早期的 YouTuber 哎、欸早期 YouTuber 各种 Vlog 在录制哎、欸、对啊这倒是真的啦，我记得那时候我有看过一张截图、欸、是 我不知道是透明卡还是哪里，就姿势就看起来眼神很忧郁的说，你知道吗，看着自己喜欢的人可以幸福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那时候我就、嗯、应该是透明卡啊，不是不是不是，我知道你是讲哪一段了，哪一段刚好你对梅林讲的对不对，对啊，那个是旧的啦，哦，那是救了因为那时候好像是芝士生病，梅林去探病还是什么的啊、你好熟哦，天哪、啊，我操，我以前超爱看的好吗？欸、你知道吗？这部是我少数看超多遍的，假的，对啊，少数好看是好看，但我不会看到很多遍哎、欸，我的很多遍其实也才一两遍而已啊，没有到很多遍，你的很多遍只有一两遍。就没有像有一些人就是去看那个电影会刷个十二刷之类的，太夸张了，十二刷真的太夸张。你们应该知道我在说谁吗？就说要抹我们的小姐姐吗？对啊，杨小姐。啊？你要去看她最新脸书贴文。杨小姐我还没 get 到哎、欸。对，杨小姐，这个你们下之后私底下去那个看发文。对，你们去看发文就知道了。哦、对对对。哇，十二刷，我都为 DC 给个关键字。对啊，杨小姐不知道哎、欸。谁吗？我不知道。不知道谁吗？茶叶蛋吗？不知道哎、欸。Potato。他刚才去刷那个什么山的吧？啊，是刷那个鬼什么米娅的啦，嘿。哦。他是刷另外一部，不是也刷蛮多的？他那个新兽狼嘛，也是很多，啊、也是很多、啊。哦，我知道在讲谁，我都在讲。懂了，懂了，懂了。有啊，我想到是同一个人，只是你们对啊，你们突然讲那个啊谁？谁？我想到同一个人啊，只是你的 keyword 下来让我想，是想是同一个人吗？是吗？嗯，疑惑了。对啊，害我困惑了一下。他刷真的刷很多次啊，真的是超多次。他很哈、啊。冰雪奇缘二看三次，我朋友都骂我神经病了。那个、哦，哇，那你也蛮热爱的。啊，我就是想看他换衣服啊。看你可以看 Lady Gaga 的那个 MV 就好了，看你三分钟就换一次衣服给你看。对啊。你还可以重复播放，还不用花钱。太逗了。哇，我那时候真的是有人说，哎、欸，我要看《冰雪奇缘二》，我说好啊，好啊，走。他说你看过了吗？我就说哦，我看过啦、啊。我还跟他玩过啊，这样子啊。我还跟他玩过。你在说谁呢？艾莎的娃娃啦，你在想什么？哦，他还有三秒到达战场。
才才不可能嘞！他在，他没空，他没有空啦。然后等下又出现他的声音，你们该说什么呀？没有啦。我以前只有看那个诶，哆瑞咪，很常看。嗯，哆瑞咪，你有全剧情播完吗？电视在播，就电视常重播啊，而且播不同季的，一直在播。我对有一些有印象，就是到那个，那个黄色的那一只叫什么、啊？忘记小桃，小桃子哦，就是他们那一段的那个，就是做甜点那一段之后，后面就没印象。第四季哦，就是他们在养小花还是小时候的时候？对对对，小花的时候。养小花我也没印象，我对小花也没什么太大印象啊？真的吗？我反而有印象是小花的那小花那一段。假你说拉那个，我都没什么印象了。第一季我倒还好，没什么。嗯，越出越多次，我就觉得后面好乱哦。没有，就是要卖商品啊。对啊，这样才能一直那个啊，卖那个变身棒啊。对啊，抽角色波龙，他们变身越来越累魔法波龙，噗噜噗噜噗。噗啊噗啊噗啦，噗噜噗噜噗。音乐可能会啦，音乐示范一下。对啊，那是音乐的啊。哎、欸，说到音乐，他的变身姿势是最不科学的哎、欸。对啊，他腰很会凹、欸。不是不是，他是要把两只手向后撑，然后往前弯的。所以他很柔软度很高啊。对啊。啊，我要找来看一下。你要看他两只手不是握拳然后向后伸吗？那超直的哦。我看看，他柔软度很好哎、欸。所以我要看影月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影月这样凹吗？影月，请问你下一次的那个什么月日的时候可以换一下吗？好想看哦。然后凹一下，我直接骨折给你们看吧。凹啊！可以啊，可以凹啊，就是一身凹一次啊。一身凹，你太难凹了，是不是很难？是很难。我那时候看他动作，我真的有做看看呢、欸。结果那一天我整个人趴在地上，而且可是我觉得我应该可以耶、欸，真的假的？试试看，应该可以吧？现在试试看，我也试试看，试试看。换票，等一下，他后面就已经。就直接不能直播了吗？怎么听到救护车的声音？坐不动，没有，我不动了。他等一下跟你说，我一生一次的机会用完了。连往后撑就好，不动了，好难的。往后撑到那个角度吗？嗯，太难了吧？啊，那个是平常健身的热身动作。对，你要拉筋，你要拉好筋。他撑到90度，我可能撑到30度，我就不行了。哎，唐唐下次去健身房就这样子啊？他干嘛？他不在变身，他拉筋。拉筋，然后拉完之后呢？变身。你怎么身上穿了个奇怪的衣服？他衣服怎么不见了？还在变身啦、啊？你跟教练说啊，教练，你可不可以做这个姿势啊？我想学。越有肌肉的越不可能做这姿势啊。对，越不会卡到。对，你知道，就像我。我常常看到有教练啊，就像我们不是抓背，要抓背抓不到，他抓不到，他要用工具撸，我觉得超好笑，被肌肉卡死。我就看他每次都靠在那个器材上那边上下磨，我就心想，我想想那个熊在磨背，熊在磨背。没有救，哎，有画面，他的手勾不到啦。等一下，你教练就说了，哎，我有在看哦。他没有，不会啦，是教练叫你直接多做五组啊。OK， 你就会还敢笑我啊？还敢笑？我跟你讲，他现在在上班，看不到。哎，人家可以当薪水小偷啊。薪水小偷。你说找不到、哦，找不到啥？找什么 ？boss 什么？对啊，要找 boss。他已经剩一半血了哦。我想说，谁偷打？谁在打？你可以每个都传一次啊，说不定你就知道。我猜这会死，过去会死，我怕被他劈死。那就是变是雨，霹雳炮，是雨吧？
摔死摔死！不会，怎么可能？你要扑啊扑啊扑啊！你要扑啊扑啊扑啊！你要扑啊扑啊扑！手往后伸。我要玩够。那那到底是扑噜扑噜扑吗？收掉了。没有，我没摸到。我想说，来信看看。你差点就被我劈到了。我很怕哎。哎呀。这个校长哦，总裁校长，最后一秒去打一下啊、哦！我有打，我没有打，飞到他说摔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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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我都想笑他的脸了，你知道吗？摔死摔死摔死，面目狰狞，很高啊，对啊，有他其实飞蛮高的，什么？他其实飞很高，我是穿翘翅。以后要整天希望发生一些校园意外。对啊，哦，这样才会有热度嘛？趁热吗？什么热度？热度？总是要知名度的啊，对不对？哦，要沸腾嘛？哦，防爆，我还去偷石头了。嗯，你要偷什么石头 ？Costco，Costco， 你要 Costco 了，你要 Costco 买牛肉还是什么？现在吗？现在。哎，我正在逛，我正在逛了。正在逛，正在逛。你说愉悦的商店吗？对，愉悦商店。愉悦的商店。同志是十五哦。哎呦！美满哦。美满哦。来，爱买最划算。你怎么了？我被刚刚那个刚刚小雨最后的尾音给、欸、他笑你耶，错姐，哎，等一下，笑你，我等一下就要说按身高领了，完了，按了，坏坏，先按了。他刚刚要抖一下吗？没有，谁抖？什么？你才抖？我觉得你现在声音也蛮抖的啦。没有啦，你是做抖音吗？哦，我又有一只。哦，这最近跑去逛那个抖音，这有一些的，就是我很不能理解，有些就是可能猫猫狗狗的很可爱就算，他们有些是故意这边就是。已经算是有点虐待的这样子，然后赞数和爱心还超多这样子。这哪种、啊？世界上的智障还是比较多。我之前很常在就是 IG 啊或什么看到人家分享那种猫咪吐舌头的影片，然后底下一堆人留言说啊好可爱好可爱，我都觉得那只猫都已经要疯掉了，不要搞它了。什么意思啊？就是其实猫在已经它在像狗一样伸舌头在喘气的时候，代表它是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了。是啊，就是它不是它正常的状态。对对对，它已经就是那个是它有点在恐慌的程度。哦。然后可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就一狗票都在这边就啊可爱可爱分享什么的，我都觉得哦那猫看起来好可怜啊。欸，我其实真的也不知道，就是有养跟没养的差别啊。我以为吐舌头只是他很卖萌，我也以为他就是他已经要疯掉了，理智太低了。没事啊，有一种我比较不能接受，就是抖音他们很多都是那种就是买品种猫，然后就会让他们一直生的那种。那个我超不能接受的，或者是什么哦什么哇，看我今天的猫什么我家的猫最近什么肚子很大，该不会是怀孕了吧？什么说你是智障吗？我真的很生气耶，说啊去跟外面的猫玩了，该不会是真的怀孕了吧？你是智障吗？天哪，那个我是超生气的哎，哦，可怕，超级气，超级不行的。可是这种爱心都很多。怎样？超多的、啊，怎么了？我想说你刚来，没事，伤害已经造成了。好、哦、可爱哦！我的天哪，嗯，超神奇。或者是什么养新的小猫，然后公母猫一起养，然后不结扎，说哦，它可是从小把你带大的，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是智障吗？你是智障吗？
哦，这超气的哎！养宠物还是有点尝试，好不好？做功课啊。可是不得不说，还是很多人会就是觉得说啊，我养动物就是要有点回馈，让它自然，就是要卖、哦、卖什么狗狗啊什么这样子哦，叫他赚罐罐的钱哦。嗯、不然就是要帮忙拍个抖音。而且我觉得台湾现在不能那个啊，你不能自己就是在家里面那个猫狗让他们没事生小孩，哦、不行啊，登记然后要付那个。好像要付有一个钱吧，就是是啊、哦，但是有一个法则的，嗯，有，所以你如果不小心让家里两只生了，然后被刚好被发现，你会被罚啊、哦？就是会被罚款，因为那个就有些人就是故意用这个，就是还让他们一直生，然后卖的那种方式啊。哦，还真的不知道，哎，私自繁殖。嗯，不能私底下私自繁殖，私自繁殖。哎、欸，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最近我常常会有的好奇的点，就是我常常看到，就是走出去的时候，看到 Tommy 都一直看我，然后看着看着走，掉下来。看着他掉下来，他掉下来，我真的要不要看医生？他可能平衡不好，他还要给他看医生呢、啊。他给他看一下，可能有点问题哦。看一下，看一下，看着太专注了，看着看着掉下来，这样很有问题。看着太专注了吧？哎、欸，等一下，是你掉下来，是 Tommy 掉下来？啊、哪个掉下来听起来都不太妙、欸？两个都对，两个都不太妙。怎么掉下去？什么？你刚不是说头顶看着看着就掉下来了？不是啦，我是看着看着我就被霸凌了。没有，我是问说，就是最近我常常出去看，然后头顶就会看我嘛。然后呢，就是看着看着之后呢，就可能我给他吻一下手之后，他就会自己突然间这样子吗？倒地，然后露肚子，然后在那边伸展这样。我就想说，这样到底是怎样？叫你倒地抽搐之类的，叫你摸他吗？搐那可能不行哦。不是，我是倒地抽搐，他是抽晕的吧？可是有时候我这样摸他之后，他就会不给摸哎、欸。没有啊，他只要摸两下而已啊，他不想摸很久。就是、我要你现在摸我，但是我听到摸我好了。对，够了，满足了。那个是这样，那个独条满了，好了，可以了，是不是？够了，两次就满了，那个次数可能没有，他被霸凌了，他在听不到声音。是零之一这样子的次数啊。喷嚏，刚刚什么反应？我刚刚又被团团啊，团团刚刚一直自言自语，没听到，我没听到啦。有，我有听到。我就叫你就一直霸凌我啊！他刚刚在玩什么？你去看一下。你看他有没有蹲在网路线旁边？你看一下，你看一下。哦、oh,。你是不是在讲我坏话啊？然后最近，我就想说就很白痴，就故意想闹他，就是他可能就走过去，然后我就会偷偷摸摸的跟在他后面，然后跟着，有时候他就会突然间就回头。我说你手没办法哦，我也受不了了哦。我觉得超好笑，然后我就说干嘛要凶我？然后呢，然后他又不理我，就走。他在想，哇塞，这个人类脑子有问题吧？拜。不是，就是一个跟爽民。跟爽民，跟爽民啊。跟爽妹啊，可是真的有发现，就是有时候就是因为他自己在用电脑，就比较没理他。然后有时候我就从房间出来的时候，因为他自己现在都会开门缝，然后他就会看着我。然后有时候我想说好了，去给他就是看一下他在干嘛。然后呢，我手一闻，他就疯狂蹭到会跳起来的那种。跳起来，就是 Tommy 很奇怪，就是他给别人，他猫猫给别人摸了，不是就会固定一个地方，然后让你摸嘛？他是头会顺时针旋转。哇，他自己来耶！顺时针旋转，他就是一下摸，等下你是你只有一种顺时针旋转，是整个脖子的这样转，他就整个脖子在转，对，你们没有先听错，真的是这样，然后就是，对，就是阿法师的那种旋转，吓死我，吓死我，我也觉得。他那个啦，用后颈去撞人的手啦，他就一直撞，然后呢，我就想说你到底是要怎么摸？因为我摸，他是然后右边的脖子脸颊那边，我一摸，他就瞬间又转到左边，然后摸到之后手就也不知道要怎么。然后他说我自己来就好，你不用动手，你不要动，你不要动，我自己抓。放着不要动，让他自己抓。他就是你那个教练啊，他自己来就跟你那个教练一样嘛。哦，原来是个教练。对啊，他是你那个教练啊。
跟教练一样。那你手不要动，你手不要动，我来就好。然后有时候他不是趴着的姿势，他是就是站着的时候，他会撑到最后会自己整个身体像兔子一样跳起来一下。为什么要跳起来？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撑的差不多了，可以离开了，跳。没有没有，跳起来之后继续撑，这样继续走。换一个姿势是不是？我觉得超好笑。换下一个物种了，继续来撑，对吧？换一下，换一下。还上那个有 CD 读条的，他跳一下是要回那个条，回那个条。对，回转继续。然后发现他最近就是不是之前发情吗？他发情完之后感觉好像越来越黏人的感觉。有他感觉他最近变得好黏哦。就以前不会在我大腿上的，现在会在到大腿上，然后一直在那喵喵喵，然后你看我玩游戏死掉好几次。拜托。而且我发现一个现象，只要他继续上厕所，他去跟到厕所，然后呢到厕所门前那边等。对，他会在门守门，知道吗？我只是上个厕所放大便，然后那边就是喵喵，然后进来又想出去，一直抓门，说好臭。对吧？他也分离焦虑哦。然后我觉得他有一点，因为呢有前几天他自己出去一整天。他就一直在我的门前外面一直叫，完了，叫不知道你干嘛，完了，焦虑是会，你还冲，需要去那个吗？去治疗吗？要看严重的程度，因为有的严重到他会，就比如说主人不在，他就会有一点，就是舔毛过度啦，这种，哦，舔到吐哦，他好像就只是动不动叫一下而已啦，对，就叫他那应该还好。对啊，然后他一叫我一开门他就不叫了，他看你有没有活着啊？你去那个印一个哈基的那个面具出来，人形立牌好不好？人形立牌，然后就那个手机录音，从这门进去，怎么从这边出来了？哎呦，他打算蹭一蹭，你今天的主人好像有点像纸板。然后哈基，你自己戴那个面具，然后再摘下来，他看他是怎么连。我觉得你们可以拍影片，对啊，可以拍一下，就是就哈基团团愉悦就戴面具嘛，然后你们就轮流也抽下来，然后哈基也自己抽下来这样子，他很疑惑，因为他皱眉头，他直接跳走，然后搞不好就是一脸看着很白痴，然后看我不是看你在这里，我是看味道哦，有病啊，直接傻眼，我心里三个智障在我面前。啊，可能是因为我的房间离哈基房间比较近啊，所以他通常都会在我的房间的门口，因为门口刚好等于是哈基房间。对啊，你要盖泳池吗？比较少去影院那边，我想往下盖。你确定不是你们？他有睡过你的床？好可以，好可以，好可以哦。啊，繁星说啥？我说你确定不是哈基在你的床上有待过吗？没有。我跟你说，你知道当初那个时候 Tommy 发情的时候啊，然后他就疯狂跑到我床上，我真的快疯狂。哇！他是对你发情吗？床上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一直在那边滚，然后床上有你的味道啊，就很恐怖，然后我就把我抱起来，害怕。然后抱下他也不要，他还又继续跑上去这样。哦，我要躺这张床。对啊，就要他。对，就是这张。汤米变熊猫的味道。汤米。哎呀，我记得之前那个什么，就是以前好像是有亲戚吧，就不想就有猫，说没办法养了，然后就送过来。那时候就带到我妈那里去，然后我妈说那只猫就是超可怕的，就是她会把猫就是放在客厅。然后他说他上个厕所，猫咪就会在门外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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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到他出来。如果他在睡觉的话，他就会在他房间门口喵。而且我妈说他喵这样是原本小小声的喵喵，越来越快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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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这样狂叫。啥会？是什么暖机？是不是？暖机？火星机？什么机器？太比喻了，有没有专注轻机箱？你要 Kate 版？Kate 版？那我换大家是要摸他的头吗？对，撸一下，撸一下，撸两下，然后就换好弹夹了。对对对，然后再重新来过。什
青青香，对吧？很像啊，挺像的，挺像的。那时候我妈觉得很害怕，她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出门的时候，然后她说开门永远找不到猫，然后之后她猫都会从奇怪的地方钻出来。这倒是真的，猫永远都会躲在一些，对啊，你永远都不知道在哪一个地方，奇怪的角角，钱包倒下，钱包，钱包，哎，猫猫不要丢了，那是钱呐、啊，那钱不要乱丢。而且猫咪如果把你们什么东西什么拨下去，你们真的不会生气哦，因为太可爱了。我也会生气，会生气啊，会生气，你看白目一点。如果他是很故意的，一直把同样的东西丢下去，就会。他会，他有一阵子疯狂把我滑鼠从桌打下去。那结果你怎么处理？你就骂他。爱路啊！滑鼠放在跟里面一样，不然怎么办？爱路啊！你说他不听，能怎么办？对啊，你能怎么办？他又不会理你。对啊，哦，放里面一点了，更有挑战性哦。哎呦，这应该是 level two 哦。关卡第二阶喽，晋级了，晋级了，卡西。等再多播一点哦，就 level three 了。你知道他真的，他真的会这样哦，他真的会挑战哦。因为我之前就是耳机，我耳机是就是收在一个小袋子，然后原本都放在桌上，但是因为那个上面有那种就是那种尼龙绳，他很爱玩绳子，所以他就把它抓出来玩，然后我就想说，好了好了，不要让他玩，因为怕里面耳机坏掉，然后我就把耳机收原本放在桌上，然后我现在放到荧幕后面，然后有一天我就看到他直接躺在我的桌上，疯狂扒我的荧幕后面，疯狂扒。他在挑战新难度，对，好坏真挑战你的耐心。我耳机收到柜子里了，没有办法，我没办法阻止他，因为他已经从躺在我桌上挖我荧幕后面，直接走到荧幕后面去了。欸、那很聪明哦，知道这样比较快。你在跳舞？他进化嘞。对，你整理房间的好帮手、欸。小雨，小雨，小雨，对啊，真的。啊，安娜，你来看，你来看，啊死了，啊死，啊死了。他在上面跳好久，最后一眼。对，感谢你来自送他送行，感谢感谢。最后一层。嗯。透明已经是预约要去结扎了。嗯。什么时候啊？不是说原本想说。原本是说最近要去弄结扎了，可是后来就是去评估去弄，他说还没打预防针，什么都没弄。嗯，先、哦、要先打完，因为怕你说如果都没打预防针，结扎会出什么状况。嗯嗯，对，所以已经预约，好像要到十一月去哦。哦，对，哦、会不会又遇到他、啊？我觉得很有机会遇到那个发型、啊、就是再演啊，因为没办法，因为你预防针还是要先打。但是又不能说你连续打好几季，它是好几季的，所以你要打完一季，然后等过一两个礼拜、两三个礼拜，状况 OK 再打第二季。对啊。哦。那你什么时候要拔牙？到底是这时候先拔牙，还是我觉得应该是阿龙他自己先拔牙吧？我是自己啦，就是排可能是九月中之后啦。九月中，嗯，就你的生日礼物嘛，那是不是生日礼物嘛？没有没有没有 ，Happy Birthday！ 我来是谁耶？我知道了，一颗牙齿。阿纪啊，你拔完牙之后，我们去庆祝生日，去吃牛排，然后我们在面前吃你不能吃的东西，好好吃，好好吃，我帮你吃。阿纪可惜了，我们还要连你的份一起吃。哦。我们会连你的份一起努力的。哎、欸，我们真的是好朋友哎、欸！你看，我们连你的份一起吃哎、欸，真好哦，好棒！哎呦，我觉得之后吧，问我觉得我好害怕。哦，原来你主要是要心理建设哦。对，我需要心理建设，而且也有行程啊，比较多行程的、啊。哦，很痛吗？忙啊。啊痛啊，一定会痛啊！那个，而且通常我是四颗都要拔哎、欸，哇，慢慢拔，要看你牙齿的状况啊。他也不会吃啊，可不可以一次？我网络上查，有人说可不可以一次拔四颗？不行，但
不是钱过多吧？不行，不建议，对。对，所以就是建议会说，就是把一边，至少你有一边可以吃饭。对啊，顶多两颗两颗这样。对，嗯。可是我觉得要痛两次，我就觉得哦，我不如一次痛就好。可是还好，白血不是也不会很痛吗？没啥感觉啊，就砰一下就打。要看你牙齿长的形位置跟它的姿势怎么样。我也很好奇啊，所以就是在 FB 问啊，想说可不可以有人安慰一下之类的，结果每人都说什么一路好走啦，一路好走是很过分的。不是，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你知道这是一个谬论嘛，因为就是比较夸张严重，医生建议他会拔掉的人才会去拔，嗯，所以你得到的反馈都会比较恐怖一点，对吧？是啦，如果你的牙齿，如果就是可拔可不拔，可能就还好。像我根本就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对啊，我也是。要去看才知道你的牙齿有没有长是直的还是躺的。啊，走啊，团团，我去拔牙，你去陪我去，顺便去检查。我可以去洗牙，可以啊，我可以啊。啊，可以啊。啊，近期哦，好啊，我约时间、啊。不要近期啦，不要让我有点建设嘛、啊，你不要那么快嘛。啊、他说月中嘛。你们可以明天就去啊。不要那么快，太快了，那么快，建设都还没好啊。对呀、啊，等那个团团那个游乐园盖完，那我今天有点久啊。不要，太快了。今日黄忠，今日剪彩。那个游乐园需不需要帮手？我们来一起盖好了。可以啊，我们可能要盖个旋转木马。太还不行，我觉得更多建设。至少那么十几二三十个建设这样才行，太多了，太多了吧？好笑，有需要一点心理建设，真的需要建设，很怕哎、欸，很恐怖哎、欸。我还想说查，你知道我还去查说有没有那种全身的，就是那种全身麻醉的，醒来就什么都好了那种感觉。嗯，但好像拔牙没有，拔牙没有吧？拔牙很难，拔牙没有。他就只是局部的而已啊。对啊，对啊。可是你就会看到那个医生那边拿什么电锯啊，还拿什么那个电锯那边在那边弄、啊。电钻吧，电锯。你搞错医师了吧？你哪里怪怪的哎、欸？屠宰场、哦。你是不是遇到我们礼拜六遇到的那个手术模拟器嘛？对不对？四个，然后拿奇怪的东西，然后只有一只手会动这样。酱油，你家生怪啦！对不起。你要小心，不要把我的手撞掉。不要把你的手撞掉。会怕哦。大家在跟医生在跟你讲，小明不要害怕，小明不要害怕。有你说那个、哦，我又不是小明。没事哦，没事哦。没有，医生说我没有，我是小明。我是小明。大概自己听的。恐怖哎、欸。我的社团。他刚射了小雨几箭。没错，叫你来参加啦！赶快啊，绘图社这么棒，回家社呢，赶紧来啊！那个社吗？哪个社？等一下啊，射箭的射啊，什么射？我记得那时候我读牙科的时候，那时候就会有人问我们老师说。问我们老师说、欸、如果拔牙就是拔牙可不可怕，然后那时候我们老师就会说不会啦，拔牙不可怕，我跟你们说他只会先用刀切开你的肉，然后阿基、我觉得你可以先关掉耳机心理建设、建设你要听，你不准关因为你不听这些，你到时候还是会看到。对，对啊，到时候你会有感觉。他真的是这样，我用眼望加形容，他形容的更恶心。但他大方讲说，他会切开你的肉，然后把你旁边的那些多的东西挖掉，可能会流蛮多血的，但是不要担心。如果一次拔四颗，你可能会失血过多。对啊。然后再把你的牙拔出来啊！如果你太里面的孔了，就要把它敲碎成两半，然后再把一半拿出来。这个，然后我们大家都老师不要讲了，不要讲了。不会敲碎啦，他会拿剪刀剪对半呢、啊。剪刀？对啊。就是会拿那种镊子的东西，就是把那个镊子把它弄碎，然后一个一个慢慢拔，像拔那个拼图一样。对啊的，哇！我记得那时候他说什么运气好就是两半，运气不好就是三四半，慢慢挖。对啊。Oh my goodness！ 啊，我不晓得他既是没有受过什么伤，就是有我受过很多伤啊，心理创伤，心理创伤可能就是比较大的就是伤口外伤之类的。
没有，对，的确没有。哦，那难怪，像我都从小我都是受伤到长大的，我完全就觉得还好吧，看牙齿。对啊，我也是。那我以前其实经历过很多那种生死交关的东西耶。啊？假的？你举个例子。你几个、欸、你几个意思你几个他举个例子啊，不是你几个意思你几个意思太可怕吗？你在举个什么意思啊？你几个意思啊？就例如说你们有火灾逃生过吗？没有没有，火灾倒是没有。对，就是有一些有也是就是在逃生这样子，火灾逃生。你是在你是家里还是是外面公共场合啊？那时候是在我以前阿公家是在斗南，是一栋十二楼大楼那种十二楼。哦，哎、欸，那个很恐怖哎、欸。然后那时候我阿公阿嬷他们的工作是去那种哎、欸、有一些酒店的那种打扫清洁打扫、嗯，所以通常大概三四点他们就出门，然后这边去那边打扫，然后可能早上才回来。然后那时候是半夜大概四点多吧，然后我阿嬷跟姑姑已经出门了。啊，那我先讲前提是那时候是我因为暑假就是我直接去阿公家玩，所以那时候我爸妈是在桃园，然后我是在斗南那边、嗯。啊，就是早上的时候，姑姑跟阿嬷已经离开去工作了，剩我阿公、嗯，然后就半夜突然被我阿公摇醒，说奇怪到底发生什么事？摇醒吗？对不起，不是摇。阿公听起来有点痛啊，阿公。对不起。好，没事，你继续。他摇醒来就是叫我，然后我那时候也是迷蒙嘛，也不知道在干嘛，然后就看到就是房间整个全都是烟，然后有那种红色的灯一闪一闪一闪的，就是可能是那种紧急的灯吧。嗯，好，那时候刚好又天还没亮，就全黑的，就只看到那种红红的一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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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那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我阿公就拿一个毛巾就叫要我捂的，但是我下意识就擦着脸擦一擦，还给我阿公。太强了，你在睡吧？我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对，我天哪！然后现在很热，我知道啊，很热，我猜一猜。叫我拿着就是捂住嘴巴这样子，然后就往去客厅走，就发现客厅整个全都是黑烟，然后烟是从那个大门、我们的门口大门窜进来的。嗯，然后那时候我也很紧张，什么事都不懂，然后我阿公就打开门，然后出去，还有火不是在我们这边，然后是烟从下面冒上来的。然后我们就是、阿公就是说就是我就先出去嘛，那出去之后我就跑去按电梯。小时候不懂啊，哎、欸，那时候就是，而且还有电梯那时候电源都没电了，所以也没有什么状况。嗯、所以阿公就说没有，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是住好像是五楼还是六楼忘了，就是往上爬楼梯，因为旁边有那个安全梯，就直接往上走，蹲低走，然后我们就站着，就一路上一直爬到最顶楼。然后半夜那时候我印象还很深，那时候我很矮，到顶楼的时候门撞开来，然后原本其实还好，它不是关起来的，逃生门不是关起来，它是有缝的，它有一点点的缝，所以那时候就是还有烟都排得出去，然后撞开来之后我们就去外面，就因为我又比较矮，然后围墙比较高一点，我又看不到下面，而且那时候又很冷，我阿公就是把外套脱下来给我，然后旁边拿那个砖头就是放围墙边边，就让我看一下外面发生什么事。我就站上去就发现，我就印象很深，看到外面就是两台救护车、两台消防车在外面这样一直闪、一闪、一闪、一闪，这样一直在叫这样，就上面就一直挥手、一直叫啊，就让楼下知道说我们在这兒，对，然后顶楼就也都没有任何人，就只有我跟我阿公。是后来在上面好像快待了快半小时、一小时吧，然后就突然看到隔壁大楼那边，因为我们那是一整栋的社区，大楼有连大楼。所以你是可以从这个 A 大楼走到 B 大楼的顶楼，嗯哼，对，甚至他们知道哪边的大楼是下面是安全的，他们就直接就有人直接从隔壁大楼走到顶楼来叫我们一起陪他下去，跟他下去这样子，对，然后下去的时候就直接就是一堆记者啦，还有什么就是冲上来要包住你啊，那时候我还很莫名其妙，是干嘛把我头遮住什么的，嗯，对，然后后来就是知道说好像是有人纵火了，在我们那个大楼地下室，机车去纵火。对，真的，是还蛮特别的体验啦，不过就是还好没有什么火，没有烧到我们这边来这样。欸，可是其实刚刚听你那样子，其实很你们的你当时你阿公跟你的做法其实很陡，欸，很陡啊。因为你从火是从下面
烧上去的，蔓延上来的。你其实往上爬是错的、欸，哎，还是要想办法看一下。因为你整个黑烟是一直会往上窜啊。可是要看你、欸，要看它燃烧的范围、啊。如果它真的是比较高的高楼层的话，火灾其实最安，现在大家就是全部统计下来，其实最安全的做法应该是你完全把，就是因为你确定火不是在你这边烧的嘛，那其实最大的危害其实是黑烟、嗯，所以其实你就是把门全部封好，嗯、你不要开门，待在你那个房间里面。对，如果你确定你的火源不是在你这边的话，你就因为呢，就是最大的危害是黑烟的话，你就没事。对啊，是啊，我觉得你也很难确定到底火源在哪里。对啊，对啊，对啊，特别是住这种大楼的，对啊，对啊，完全不知道到底是。所以就很多，其实现在后续其实学校那些也都一直都有在宣导说，就是如果说确定不是你们家这边烧起来的话、嗯，你就是把门关死，不要再开门了，因为你开门只会漏更多烟进来。嗯，就让火灌进来啊。对，你让烟灌进来，你反而会你就是没氧气，你会呛死这样。因为其实那时候你就是以当下的话，你根本就不知道火在哪里，所以你其实你说要逃，就是想办法逃嘛。嗯，对，当下是会紧张啦，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该怎么做，要怎么去哪里啊？你又怕说会不会跟着，该不会说火就在我们楼下几层楼，赶快跑，说不定还比较安全之类的。嗯，对，那时候又不知道。那个没有，那个时候的教学全部都是对啊，那个时候教学好对啊，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不是这样，对啊，那个时候就是叫你快跑。对，嗯，哎呀，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不要躲厕所，拜托，千万、啊、真的不要躲厕所。对啊，不能躲厕所、啊，大家都以为那边有水啊，什么都没有。可是厕所那个门大部分都是塑胶的、啊，厕所门一下就直接烧掉了，而且会让整个那个温度变超高的。嗯嗯，哎、欸，那个嘞，看都有人说什么拿那个什么床棉被什么的，然后沾满水。然后包在身上，那个没有那个其实怎么讲，如果是说什么捂住口鼻，其实是也有说不要用那个水的捂住口鼻啊、嗯、因为它如果水分就是那个火场温度太高，你反而会灼伤。对啊，是啊、哦、没有错，长知识。其实现在蛮多学校其实好像都有在把这些东西都教出来啦，学校一直都会教啊，对啊，蛮多东西其实从以前跟现在都不太，其实而且发现教的东西不一样，对啊，就有在更新，就像地震，你不要躲在桌子的正下方，对对对对对，真的，对，躲正下方你直接被压死，直接被压爆，完全没有。那现在要躲哪里啊？桌子跟桌子的旁边。或者是柱子边边，柱子边边，两个桌子中间吗？掉下来，你掉到柱子旁边，刚好是一个三角区，那边是最安全。对，柱子旁边是最安全。如果真的没有的话，就是两个桌子的中间。为什么？因为两个桌子的中间，以力学角度来说，就是四根柱子帮你支撑。对对，帮你撑住。但是你如果是单纯一个桌子底下的话，你压下去，直接中间往下压，它也会从中间断啊。对，中间断掉，你就直接被穿心了。你在说什么？我刚被霸凌了。你刚刚说到一半，突然间你桌子中，没有啊，就是简单讲，就如果你躲在桌子的正下方，你有没有看到桌子通常被压垮的时候都是从中间开始断？嗯，那你就石头真的掉下来，你躲在桌子正下方，你就被压死了。对，有道理。对吧？啊，如果是桌子跟桌子中间的话，就是它的支撑会变成是就是很近的四根柱子这样。哦，对呀、啊。我只记得好像是要躲在那个什么房子的侧柱那里，但是最简单，对 对, 對，最安全是坐柱子旁边啦，就是刚刚小雨讲那个三角柱旁边三角形，对对对对对，那个是最安全的。这样应该要躲冰箱旁边吧？我还可以吃东西，是不是？那其实躲冰箱旁边不错啊，直接先把冰箱打开，对，避免冰箱的门变形，避免它变形打不开的，直接先把它打开。其实地震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门先打开，对 对, 對，门窗先打开，门窗先打开。这个是这个，因为这样子的话，如果真的变形，起码还出得去。对啊，对啊，免得门变形就完全打不开。门窗打开之后还有余韵，再开冰箱门。那以上纯属玩笑。外面跑，就先往外面跑，顺便抱一大堆食物，然后再往外，然后再躲在那个柱子旁边。真的要塌下来，你也没有空做这么多事情、啊。我还是觉得很好笑。高中的时候，因为刚好在围，就是刚好我们教室在围楼，就是那种二级地震会像四级地震的那种程度，然后两柱都是裂开的那种，哦、还玻璃。哇塞！
对，就是他已经是准备要那个就是打掉拆掉的，对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啊，哦，只要一地震，老师才不管你，自己先跑。命都好啊，快跑！老师带头跑，老师带头跑去外面，我觉得超好笑。很危险的，你先跑。我那时候上课的时候也是有地震，然后说我在六楼啊，很晃很晃嘛，然后老师说要地震就跑出去了，超好笑。我们冲出去已经连老师的人影都没看到了。所以你们都有遇过就是上课地震然后逃生这件事情？不是也有啊？太大真的，我有啊，我有。我们有一年就是都在那个围楼啊，所以基本上只要有地震，我们就是全班全员逃。全逃、啊。那请问是广播分班级跑，还是大家直接跑？没有啊，我们才不管广播，我们自己就直接酸了。先逃了、啊。如果我真的看到我教室全部都是夜缝，我他妈地震还跑了、啊。还在那边等。我们地震演习都是要这样吗？啊，对啊，演习都要等。我们没有等哎、欸，我们就是直接那个。地震演习，你没有等的话，不会被那个校长干死。地震演习，你没有先躲在桌子下面，教官会先把你叫出去臭骂一顿。那个谁还猜拳？地震演习不就是躲在桌子底下玩手机？你那时候有，我们那时候没有啊。欸、我们那时候没有办法玩手机、啊。对啊。假的，年代隔阂哦。完了。我这边比较先进，可以玩手机。啊，身为花莲的学生，从来没遇过地震要逃生这种事。为什么？不是、啊、因为太频繁了、啊，很频繁、啊。也是啊。就是大家地震然后停下来，对大概沉默个二三十秒，好，继续上课。没有，你知道我们其实在别的教室也是啊，但是我那个实在是因为太可怕了。那个楼太可怕，那楼太恐怖，不然我们也没有逃生啊。对啊，哎，现在不是大家都在说什么哦，地震不用跑啊，小震跑不掉，小震不用跑，大震跑不掉，是，对啊，就是让命运去选择吧，对，让命运选择，让命运来决定。可是你要跑，真的跑不掉了。那如果住高楼层的话，那跑也跑不掉了。高人就是抱着柱子准备等吧。对啊，就往上跑嘞。啊，那个其实前阵子，是不是前几天也都还是有那种小地震嘛？我就是完全躺在床上，然后说地震哎、欸，然后想说，好吧，我再等他，如果再大一点再看好了。我躺着连动都没有想动。前阵子地震很频繁吗？频繁就是那种小震啊。对。我怎么都没感觉啊。啊，还蛮多的，前阵子超多的。前阵子很多啊，有一次的时候之前地震的时候，我都会冲出去开门。哎，是在地震的时候，我都大便，你知道吗？啊、你要选择，你要先夹断跑出来的，还是你要大完再出来的？你选择生存下去，还是你的尊严呢？对啊，好痛苦哦。对。那你最后选择了什么？你选择尊严呐、啊，跑也跑不掉了。至少人生最后是完整的。那你真的压下来之前，至少把裤子穿好。哦，不然就出来的话，会不好。那应该要在那个吧，在那个再擦一下屁股吧。好笑，好笑。就那时候隐约在外面就在喊嘛。啊！这地震哎、欸我的大便的、啊！那次地震哎、欸，那次是不是我睡死啊？没什么印象哎、欸。我对你，我对这地震的时候隐约喊，然后哈基说在大便这一段完全没印象。你也是跟我一样躺在床上，然后地震也好。没有没有，我这个我搞不好是连醒来都没醒来。那时候大概几点呢、啊？直接睡死了。对啊，我忘记那时候什么时候了。阿基，你大便都什么时候？最近有一次地震让我印象很深刻，是我直接被摇醒，又被摇，又被摇醒，被摇醒。阿公来咬你哦，好恐怖、啊！哎呀，地震 ！Kumbel，Kumbel，Kumbel。不中不好事啊，小多几个小震是好事啊，能量释放。对啊、嗯，对吧、啊？不要一次来大震就好。太久没地震也会害怕、欸、
对啊，對啊對，太久没见超恐怖的。起码最近应该是还我宁愿他就是小镇小镇，然后就是就是慢慢没灾情就好。姨妈太久来也是啊，有没有？哦，完了。太小，太小。你们那边有没有铁链那个东西？铁链有吧？铁链不是可以做吗？铁链可以做啊。铁力加铁啊。嗯啊。来，我方块，我加油啊。对啊。我去拿一个。我现在。很多铁。你要干嘛？我要干嘛？我要盖社团。这次不在墙壁了，这次不在墙壁了。哦。哇，终于开始整理我的箱子。9, 3, 2, 1你要方块，你去楼下拿啦。哦，我们坐这边嘛，想说用球做。哇，我砍死你！直接把你送下去，夹派呢？这里啦，你是没看过史莱姆农场哦？没看过啊，哇，我还没玩过呢。哇，他好像真的没有来过，他好像真的没去过了。哦，那你可以去看阿神的啊。他现在还第十季哦，他的最终季哦，博主哦。哦，天，前期你可以看看我的啦。我也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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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有。宣传时间，我没有，我也没有。你也可以玩一下，你以后就可以说我也有，我也有了。我应该是说有玩的两三集，然后就没了。直接放生。没有破关。哦，玩史莱姆农场真的是，你要把聊天室什么的全部都关掉。哦，是全部那边，你可以去看看谁谁谁的哦。哦，是那个史莱姆农场哦。对啊。你可以干嘛干嘛哦，真的哦，真的是会分。他已经抓到最后的那个史莱姆了，你可以看他怎么抓的哦。你看到那个宝库了吗？宝库看的吗？对啊，我第一集就问说你看宝库了吗？第一集，你可以用那个什么飞过去啊？我的宝库没有升级，闭嘴。你看到我在飞了吗？你是看阿森影片才来玩的吗？啊就。就有一个地图啊，一直底下刷一排说叉叉叉有玩过哎、欸，他说只要两个小时哎、欸。好啦好啦，两个小时。好，那个有 speed run 哎、欸。对，那个真的有 speed run， 对。对啊。其实，不然就是一堆人那个什么 ARK 第一集，你们去抓那个南方巨兽啊。为什么不抓他？南方巨兽烂。你有没有挑战那个？耗费烂死，烂死了。哦，我真的想起来，之前那时候在直播在玩 ARK， 然后就有人跑来跟我吵，跟着要吵吵架那种的时候，就说那个南方巨兽其实很强很厉害，烂死烂死烂死，然后在那边喘，对呀对呀，我们那时候抓南方巨兽抓到快死掉，然后抓回来烂死，跑两步就在喘，喘什么东西，烂哎、欸，烂到身体不好，烂到不是轻松生存的时候有命名一只南方巨兽吗？啊有啊，那时候不是、啊、那是气到气到那命名的吗？对、啊，你真的太烂了。真的是实况组抱怨大会。我要坐一排。烂死，烂哎，烂爆了。等一下又要来找你吵喽。来来吵啊，来吵来。好、啊，来，我跟你说，但是你抓的那只数值不好啦，就是把他们养啊，养大一点才可以。你要去刷数值，他更强的5V 好不好？五 V 个性色尾，啊色尾哦，你没有抓到5V，当然不强。嗯，有口气，你出去现在，真的是滚，滚，温开水都不用配了，滚。哎，真的太多了啊！可是还有很多就是那种那个呢，嗯、就是你只要不是抢首发的那种剧情游戏，就一定会被搞到爆啊！少来，猛指使啊！对啊，然后还有就是我蛮受不了，就是有一种就是你好，你真的是抢首发了，好，可能没人可以剧透你。但是他那个游戏是可以多重分支选择，
有人就会一直逼你要选的、啊、某一个东西。哦哦，你怎么不选那个？可以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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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那个哪一个选项，那可以这个哎、欸，那个比较精彩。为什么要选、你为什么不把完美结局干嘛弄死？爽，我就弄死，啊不选他死啊，我就先弄死你，我就弄死。等一下，我除了把他弄死之后，我还帮你弄死你，下去，开心了吧？我直接让你在我的留言区死去，把他变掉。这超好笑！我记得我之前玩有一个手游的，就是啊，我到现在那款游戏我已经忘记几年了，2年3年。我玩第一集就有人给我爆雷，最后那个到底谁是谁？我跟你讲，那个是不是叫做谎言游戏？没错，我他妈超是恶狼游戏。我反正我拍完一集之后，我就说啊，等我忘记结局的时候，我再来拍。我他妈还记得那个留言，我快气死了。完了，完了，都没得玩了。好啊，都不要看了。抹灭不去的阴影。不知道是谎言还是恶狼游戏，那时候也是啊，我一直不管会爆雷，气死我了，超好笑，超气的，都不爽。我那时候玩那个啊，枪弹那个 V2.5 的时候也是啊。我玩第一集就直接告诉我说：“哎、那个谁谁谁是最终 boss 哎、欸！”我想不到，谁他妈想不到你第一集就来爆雷了，气到爆开！啊，真的是要气死了！我跟你说，所以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就是才我才跟那时候好久以前跟你们讲说：“哎、你们那个时候哪天玩 V3 的时候，我一定要跟台，因为呢一定会一大堆人会想要去乱帮忙杀，砍光光。”帮忙砍人，我要帮忙砍光光。对，就是因为我是都玩过了，所以我就知道剧情，超好笑。难怪那时候我在入不二笑的坑的时候，一堆人在那边那个时候我也有在盯聊天室啊，好险大家都很乖啊，还好还好，那个没事，还好没事。大家只是然后他记了啊，好的，我知道你的口味啊，对啊，可爱。哎，那时候在看台，我听到就，哎呀，哎呀，那个马雷嘛，气死！那个时候在看 Overload 的时候，我也故意问哈基说：“哈基，你觉得哪一个不错啊？”哈基说：“马雷还算还不错，马雷不错啊。”完了，掉进坑里了。加油！加油！加油！他是挺不错的、啊，不错不错。对啊，对啊，就是多了一点什么？多了一点什么？多了一点什么？多了一点，我都不止一点好吗？一点吗？共同点，共同点的部分，对啊，共同点的部分。哎，怎么了？他现在还有每次看动画啊什么的，想到这看起来不错，你是男的，你一定是男的。他连真人的椅子都可以说自己是男的，是的，那个真的有点像哦。不行，他有点可爱，男的。我在看那个什么怪奇物语啊，怪奇物语。女主角会用超能力，那个看起来有点男生哦。他的五官是比较像一点吧，确实。那时候我还去专门去查，这应该是男生，然后故意在角色里面扮女生吧？啊，不对，真的是女生呢、欸。啦，你会知道错乱呐？发现你喜欢的星象已经开始。那你错乱天意？别说，你说女生大脑吗？哦不，那杰克要小心了，难怪他每次上来你都对他很感冒。哦，真的是在感冒，感冒耶，是耶，感冒耶，对啊，对，哦天哪，你们是不是都在我们睡着的时候咬哈基，对不对？哦，没有啊，你拿 ，interesting， 你拿，我都睡客厅的，啊，睡客厅啊，然后咬一口嘛，咬醒他。什么东西？咬醒，咬，又咬醒吗？又咬醒，又咬，又咬，又咬，哇咬！好烦。哈基起床。不要。
阿基。可是那时候你们还在上一个工作室的时候，我那时候睡着就是睡在杰克旁边啊。嗯。然后就对啊，在睡哈基的那个房间的时候，我是睡在杰克旁边的地板。嗯。然后我就夹在中间，就哈基隔着我嘛。嗯。他这样还感冒。对啊，然后你为什么没事啊？我没事啊，为什么？我为什么不知道啊？比赛都会感冒，超奇怪。你不知道哎、欸，为什么？可能南北温差大吧。而且不管去哪一边都会都一样。对啊，这是对人感冒，这好像也没办法解决。哎呀，对啊、嗯，基因就是排斥他这样子。零排斥，真是排斥他，听起来太不妙了。真的哎、欸。好神奇，那是每次哎，目前还没有例外，没有例外过、啊，真没有例外。确诊率100%，确诊，捷克病毒，捷克病毒，对，感谢捷克送疫苗。哦，最近是捷克送病毒，他不是捷克送疫苗，对啊，送病毒来啊。然后我记得最近几次来之后，是不是捷克回去之后过没多久，哈基就身体为样，就对啊，也是啊，就前几次是纯粹杰克自己感冒，然后后面是直接他自己也身体也感冒这样。他们晚上一定有做什么事啦，我们不知道而已啦。哦，有内幕？那怎么会？我们三个睡同一间，我没事。白痴，哈克力。我哈特利，和烟卷烤的鬼。哈特利是烟卷烤的鬼。一定是烟卷烤的鬼。一只烟卷。好恐怖哦！所以你们晚上来宁宁宁宁。宁宁好恐怖，什么东西、啊？吵死了！白天都睡得着，旁边再这样子的话，宁宁宁宁。我感觉他是被灌晕之类的啊！没有，我那天只睡两小时。哦，对，那时候我二醒来，对我二醒来，然后看到就是酱油，就是睡姿没睡，还是踢被子帮他盖被子，就那一次。二醒、哦，然后 Bobo 就是躺死在蓝骨头上面，然后肚脐子露出来。他是神仙大法师姿势，对啊，对啊，大法师姿势，他就很像是我们玩的手术，四肢脚嘛，对不对？我那时候7点起来到11点，他姿势完全没有变过，很强啊！我真的觉得他是死掉了。然后我的手真的是有指到他鼻孔上面，哦呦，有呼吸，还活着，还好，呼吸，笑死。哦，那个是在上一个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们几个在的时候，真的后外面真的哇，满的。我们上一次聚是什么时候了、啊？聚吗？那个团团的那个啊，开店的时候，对对对对对，好久了。感觉照这样看来，如果真的都没在报，那个也没在报的话，应该或许可能跨年看看吧。哦，对，我也觉得差不多。要跨年了，又要跨年了。哎、欸，不是刚跨完而已吗？哦，对啊，九月了，刚跨完而已吗？九月了呢。哦，时间过好快啊！我都已经隔25过两年了啊！我都学校毕业了啊！杰克毕业了，杰克毕业了，对啊，我在杰克一下在学校，太久了，你还提，你还提，已经要面对社会的残酷了，对啊，他开始缴学贷了、欸，哎，15哎，哇，啊，脚踏车挥之不去，他开始还学贷了、欸，哎，哦 fuck。干嘛错了？收还学贷吗？受伤了，受伤了，受伤了。不是我突然被学贷的那个重磅冲击啊！我被铁那个学贷的铁针压到。哦，真的是重担哎、欸！我的天哪，太痛苦。你刚刚说的是学贷吗？哦不，上个月学贷有没有缴？你有呢？有检查？你要不要回忆？他会提醒你吧？不会，我看一下我的那个专
要转账记录。应该是有。我记得他没讲话会提醒，哎，我扣款失败哦，赶紧的、啊。他会打电话吗？然后跟你讲啊，对，他会简讯电话，然后寄信，然后最后跟你说，你再不缴钱，我要做寄存证信函。还钱，还钱。啊，会啊，会存证信函哦。啊，不是存证信函，是叫什么？信用。信用的那个叫什么？忘记了。信贷的什么东西啊？就你那个啊，之后办信用卡什么之类的啊，就开始扣分、扣分、扣分。哦，信用扣分，所以告诉你说要警告。对啊，这样很快一点、啊，没人敢借你钱了。哦，原来有这样啊。对啊，我们做这一行没有那个薪资表，真的是很难去申请那个。比较难、嗯。我有看，你就是你的存款够多就可以。对，或者是里面。就是有可能专门负责你的专员，可能信任你，对，就是、你的粉丝，或者是你的朋友可以帮你办，对，就会比较容易过。哦、通常就是大概户头大概四五十万就可以，四五十万、哦、嗯，真的啊。可是主要还是要看那个帮忙，主要跟你接洽那个人就是愿不愿意帮你弄。可是办信用卡他们会有业绩，他们会很想办呢。没有，可是有业绩归有业绩，可是就是风险嘛。那银行里的人愿不愿意过，过不过审是另外一回事啊。对，啊，就是如果他真的就是可能真的很信任你的话，他就会想办法让公司过这样。哦，好吧。对、啊，他还是要评估你有没有办法负担。对啊，那他如果找一个就是都不还钱的，那他就是更惨。对啊。啊？什么？如果他让你办不还钱的话，是他要负责。对啊，他负责啊。对，他可能会被追究一些啦。嗯对，不是担保人啊。嗯，因为之前因为我贴图一定要用那个嘛 ，PayPal 啊，嗯，就一定要信用卡，就跟那个我爸的朋友说，然后他就直接阿萨里让我过了。哎、欸，哦，啊 ，PayPal 不用信用卡，金融卡不行吗？之前要 PayPal。啊，我之前也是那个，我到现在 PayPal 也是金融卡，我也是绑金融卡，也是金融卡、欸，那个啦，金融 Visa 卡可以，哦，对对对对，哦对对对对对对，你没有 Visa 功能就不行，哎、嗯，对，没错，对吧、啊？感觉应该做这行，应该大多人都是金融卡啦，嗯、真的，对，那我到底有没有信用卡？就用 Visa 一次要整笔。刷出去真的很痛、欸、就是金融卡的话要整体刷会比较麻烦。对啊，什么意思啊？就没办法分期啦，没办法分期哦，一次付清。哦，对呢，就是有多少钱就是花多少钱，那就不会给他扣利息这样，对不对？因为如果你只是就是分期的话，除非你零利率，不然如果你有利率的话，利息我觉得说倒不如一次缴清比较好。我也是这么想、啊。可是我觉得比较像是，就是就比如说啦，假设我在就是公司上班，然后我一样一个月领5万块、5万块这样啊，我今天有一个可能2万多块的东西想买，就是有你一个月要直接把2万砸出去，跟你5000、5000、5000付这样，就是心理上有负担。哦、嗯啊，心境上的那个不一樣。对 对，心境上，就我一样都会把那个钱付完。嗯，可是就一样，你要直接付掉也不是不行，可是会比较痛，而且。就比较会怕说，比如说啊，如果我这月真的临时遇到什么状况，会不会怎样之类的？嗯，那就炫，我才拿5000块房租给他。对啊，可是现在其实零利率的东西蛮多的、啊，就是你如果每一期都有缴满他的那个金额，对吧？大部分很多都零利率啊。嗯。存钱了，存款够多就可以办你的。我应该说，我已经办了3家银行都没过。哦，那你要找一家，你要找一家那个专员，就是你知道，就是很喜欢你的，色诱他。那你问问有没有观众在做专员？说对了，是听起来是很合理。这是滥用职权。也是利用，没有啊，利用职权，哎，你好他也好啊，他对啊，是去帮你，他有业绩耶，你也开心啊，他有业绩啊，对啊，哦，也对，因为像我其实就有一张啊，那一张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个专员一直说来我帮你弄，帮你弄，然后他就帮我弄，他是以为你是女生啊，没有啦，我跟他见过面的啦，哦，见过面，他是以为，而且他是。你妹的朋友，女生嘛，不是她，她40岁了，别这样。
假又 key， 哦，你哇，是这样？没有啊，不是哦，你是还是想靠自己努力，所以他不理你了？什么鬼啦？你这样说一句，我不想努力了，搞不好哎、欸。对啊，要钱包拿出来，来这几张卡你拿去用啦。好恐怖啊！等一下。危险哦！对啊，不然就要上社会新闻。可是你知道我会说真的是那个就是专就是要找那个就是他真的会显信任你的，然后还整职权也算是不会到太小的，然后就会帮你才有用。因为呢，我后来呢就是想说，就是因为有像那个好事多不是就也要有办那个他们的卡，他们的那个卡就用那个付而不是说就是现金嘛。那我就那时候去办就他也没过啊。哦，所以多少还是有差，我觉得。真的。对啊。咦。太难了，太难。真的吗？第一张办过，后面几张都蛮好办的啊，我怎么没有？我们没有薪资证明。我第一张过了 啊为什么后面要办不给我办？还是因为我没有给他看，我其实有一张了。哦，你有不同家，他会有记录不是吗？他有听说可以查记录，对啊，还是那个时候我有信用卡，但是我都没在用啊，哦，没有刷，没有刷信用跟没一样，没刷都没记录，那你就是跟没有一样啊。那我现在是都有在用啦，有买爆啊，就有机会。那你现在搞不好去就可以试看看哦。那我找时有一天去好事多再说。之后如果没有那个网购什么东西，就直接哎，单卡借我，然后就可以，对，然后再给你，对啊，这样也可以啊。对，要买什么奇怪的东西的时候，就记录不在我这了，对。对。奇怪的东西。奇怪的东西。啊。这个。但不，怎么有什么奇怪记录啊？例如说什么抱枕之类的，就对啊。抱枕不算奇怪吧？还好吧。要看报纸上面画了什么？等没有了，看发型啊，然后那个等身的，等身团团抱枕，哦，觉得有点害怕，感觉会大卖哦。欸，可是其实真的欸，就是我后来就是听大家讲说，就是多用信用卡会累积信用额度的话的时候，我现在其实还蛮多东西都故意先用信用卡刷，然后呢直接当期直接付光，嗯，就是去。累积他使用的那个东西，嗯哦，对啊，有听人家说快速涨信用，就是你把你的卡刷爆，然后一次还清，嗯，就是要先还一还这样，对，然后下次再刷爆，然后再还清，再刷爆再还清，就会涨，因为就有那个记录啦，就有那个记录，刷爆再还清，可是你也有那样的财力啦，对啊，你前提是也要有啦，这样有可以啊，我不行的，你可以啊。对啊，你看你家里箱子那么多钻石，对啊，箱子里头，怎么斜杠一下银行了？银行斜杠，挂也要存起来，银行了是不是？我觉得你要打电话，不要那个就斜杠银行，听起来好像听起来，要打电话过去问啊。是一个已那个已上市的银行，你知道吗？已上市的斜杠银行。哎，斜杠银行，欢迎各位来存款哦！听起来刚斜杠当铺啊！打电话去问，你有在骑车吗？你在开车？哦，我跟你讲，说到这个啊，很多哎，车贷。我不知道是大家最近是不是都收到比较多，但是我最近真的是多到我快疯掉了。我最近很多，不都什么疯狂打来推销股票、推销什么什么的。那你可以装 Who's Call？ 对，我就是装的，然后每次显示股票挂掉，股票我就直接挂掉啊！我现在也是直接挂掉，我之前都会接起来，然后就没有了，谢谢。而且我最常讲是我是学生，你讲我是学生，他们就自己挂了，我都直接挂掉不鸟他、欸我也是直接挂、欸，才接到一通哎、欸，然后他讲说我们是股怕，直接把他挂了，股怕，我们是鼓励你。我鼓励学生，那个奖学金要送给你。对啊，好吧。卡片中奖的鼓就没了，哭了，没了。哇，亏了，亏了，亏
会这么多？你是下次直接问他啊，你们是什么公司啊？我们是什么什么股份？啪所以是他没有讲，然后听到关键字，你的手就自动刮下去。哦，所以看来真的是最近又很多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大家其实很多人就是快开学了，开始钱才越来越少，所以他们就会想说，就故意用这个来去推销，说哦，我们这边有一个赚钱的，看你们要不要录一下这样子，好机会。对啊，大优惠那个广告游戏，哎，我在家，我这个你不是说什么会送金币吗？会，而且金币全部都可以提出来。哇！我又拉到8888块了。最近是真的还蛮多，我有看到有蛮多，就是什么，就是类似那种以前又常出现那种，就是什么啊，就是想要干嘛的可以私讯我这些这种。之前比较少，最近好像变多了，又变多了。好像我觉得一直都蛮多的哎、欸。其实还是说是因为最近，因为就是可能疫情关系，所以更多了这样，对不对？就是更多人来做这个了。是被我看到了。被我看到了。被我看到了。我最近还有一个，就是很久很久很久没联络的那个人，算朋友吧，然后就突然把联络你，然后我看他那个账号，你都在做什么保险什么的。这个算了，这个算了，就算了。再回来私讯我说，哎，你玩这玩那个什么什么德米加什么部落那个游戏有什么问题吗？可以问我哦。问你干嘛？没事，谢谢。米德加的部落。没事，谢了。嗯，谢了，我还是学生。我还在读书啦。啊！你怎么还在读书啊？哎呦，活到老学到老嘛，对不对？你叫我延毕啦，延超多年，延超久，延太久了吧？哎呀，哎，有没有遇到那种很久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突然跑来联络你啊？嗨，想我吗？你会第一个会想到什么？我第一个想到他是不是要来直销？对对，我也是。我觉得就他是要来拉保险。我想是不是做保险？看以前跟他的交情呢、欸？对。哦，是看交情，确实要看交情。如果是那种完全有些就是可能寒暄问暖都偶尔。哦，就真的很偶尔的，突然问一下，那就要聊一下，这还好。我是真的很莫名的，然后很热情的突然问你的，我就觉得他是来推保险的。贵姐，你最近缺业绩吗？缺哦，这样子。缺哦。打第一句话就问你是不是缺业绩啊？我说那你也知道，那这个保险要不要、啊那？那你知道我也缺吗？来看我台哦。来，互相推一下哦。我们也很缺、哦。直销遇到保险，你就直接跟他反推销。我跟你讲。只要对方帮我拉10个粉丝，我就帮你买一单。每个月都拉各都拉弄一些的话，我就帮你介绍更多人去帮你买你单的。还在跟他互拉嘞！哎呦，反正在你的聊天室会变成渐渐变成那种少数会的感觉。对啊。然后又回到上次的话题，先卡好位，先卡好位。我在他这边已经成为蓝钻会员。这是你上线，这是你下线。师兄好，师姐好。关键那个什么，感恩呐、啊，感恩媳妇，感恩媳妇。你到底是聊天室还是老鼠会的赖群呢？哎呀，我的天哪！哎、欸，有没有这种方式的直播啊？我突然觉得这样子好像是可行的呢，好像蛮有趣的。你是说之前那个什么成为会员吗？嗯，有吧。不是很早以前就是成为会员，然后再抽奖这样子吗？这个就是对啊，订阅抽奖啊，对啊，什么抽奖有啊，回馈吧，对啊，有回馈啊。可是有些就是会主打说，就是到多少人就会开始抽一台 PS5 啊之类的，对啊之类的哦。然后呢，还有说就是被赠送订阅的不算啊之类这种，然后很多人都会为了订，然后订完之后他根本没在看那个台啊，然后没抽到就跑了这样。对啊，很多哎。很多吧，只是花个150抽抽看有没有2000多块，4000多块的。嗯，可是就不知道，我就其实在想说，这样子到底是他们应该是他们真的有算过实际效益，应该是 OK 的，还会这样办。不然其实
很我觉得 OK 吧，就变成说，我觉得有一半他可能就是第一个月可能不会赚，可是他如果第一个月有人留下来的话，他其实就是会回本，就是要看对方订阅方式是不是信用卡订的，然后忘记绑就忘记了。我是在想是不是在赌这个。对 啊，我觉得有一部分可能是这样，或者是有一些老观众啊，就有些老观众平常也不会特别订货干嘛，然后就觉得哦，好吧，既然有这活动，我要订一下。订一下啦，反正也有在看。是啦，那一直都还蛮多这种。嗯，这样子会不会被人家说话？会啊，之前就在讲了呢。什么东西啊？我觉得这样，我觉得还好、欸。我觉得还好、欸，他也不是没有付出啊，他也是可能、嗯。像比如说他就是砸个什么哦，大家可以抽什么 PS5 啊什么之类的，啊、你算一算，他其实那个月加订阅的话，算起来是差不多，我就觉得还好。嗯，反正这种就是他就是摆着，他又不是骗抢或是什么干嘛，那也其实也没什么差。除非他很过分，他派那个装脚，然后把礼物自己抽走之类的，哦、那就不行，那就不行，那就不行。其他我都觉得还好，已经内定过的。对啊。那我是应该弄一个那个抽麦块，可以来账号抽几个麦块账号哦。可以啊，感觉可以啊，因为什么订阅多少之类的。而且现在麦块你直接去超商买那个序号卡。对啊，对啊，可以一份一份的，可以序号，可以买序号卡。那我之前好像抽过 gauge 之类的，就是抽给观众。嗯。啊，就像大家有的台，不是我们常也都有一些什么抽奖什么之类的，我都会想说要去抽一下。可是我每次都觉得说，如果真的被我抽中，那很尴尬。为什么？就是认识的人的台之类的，就会被说是内定或干嘛的。对，对啊，就觉得感觉会有人在那边阴谋论。对，一大堆的人。对啊。41分啊，有没有人还没打副本呢、啊？副本要打一打、欸、啊！对啊，打副本哦。嗯，突然觉得那个父母的二次回响好像没有很好用，真的假的？不知道，好像有一种很累格的感觉。对对对，有种很累格，就是可能普通的刀你已经可以砍第三刀，他再还在砍第二刀，还在刷，他突然自己在空中刷一下。我就觉得就他很延迟的感觉。嗯，你会觉得好像。杰哥他们走的有点快、欸，200拼。可之后我把它改一下好了。哦，我觉得这个都好有点烂，就有点微妙。嗯，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要改的？嗯，他还跨麦。目前我是觉得那个二次回响真的有点，可二次回响打起来真的怪怪的。之前有讲到那个什么 CD 要和一阶升二阶那个。他听不到了，他听不到了。哦，是唱片啊，唱片。唱片。啊、哦，你说很多种唱片是不是？唱片一阶升级。升阶啊。那个什么两张或是几张一阶，然后可以变二阶啊之类的。对、啊。不然一阶的都一直丢在那边。一阶没有人要用啊。对。速度以外了。对，真的速度以外。哦。好。让他可以升阶之类的。不然就你看现在楼上唱片箱已经满了，都是低阶的。对。全部都丢在那里。那蜘蛛疯了，蜘蛛疯了。那蜘蛛快要比我快了。你是拿什么的、啊？不是，我们只剩下 S 1都没了，剩 S 2哦、，S 2就冲来冲去。你今天可以坏坏。哎呦，我想到一个，隔壁 P O E 的拿来用的。你要打什么什么 boss 就会掉什么什么的祝福，光碟的祝福，祝福就可以把 S 1变 S 2哇，光碟。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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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二十秒。那其实你们在玩那个高效的一些指令的东西，大很多都是隔壁 P O E 偷来的。嗯，有感觉到。有啊，练等就是那个嘛，黑色沙漠。哎，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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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发现我最近有什么新系统，就代表我可能最近在玩那个游戏这样子。对对，现在玩什么？那最近 A 配玩的比较凶，有什么 A 配的啊？对啊，多个 A 配元素了。A 配有什么可以移过来的？有什么可以移的？技能？
啊，哎、欸，那个我们已经有了，抽箱。抽箱。那你还真是抽到蛮多游戏的。嗯，传家宝，有人讲到传家宝，你说饰品吗？时装？饰品啊。还有什么呢？传家宝就是完全装饰性的东西啊。对啊，饰品类的，不会有实质的效用。你要想一个箭炮，你要想一个强度党跟 skin 党都喜欢的东西。强度档跟 skin 档，你说有些头的位置改成特殊的，像有些可以放在头上，像羽毛啊什么的，是？对啊，这个就是 skin 啊，对啊。然后他要一样可以刷数值，这样就会有人去抽他。嗯，就潜能的那个数值跟一般装备一样。哦，风之谷。嗯，好像可以哦。还是你要开放，就是让大家可以，就是不是很多游戏都会有那种，你可以花金币，然后可以买粒子效果。哦，粒子效果，对啊，粒子效果啊，翅膀啊，翅膀之类的。可是那粒子效果会不会卡、啊？哦，对，不知道哎、欸，就难免呢、欸，那种东西感觉都难免会卡。对啊，对，多了感觉就会卡。然后买全套翅膀，然后那个鞋子也会有，然后手上两只手会有。还是聊一下什么明星手游啊？明星手游里面的东西有吗？全身特效、哦。那我们可以来赌石吗？赌石？哎、欸，好哎、欸。不是很夯吗？帝王绿，帝王绿。就卖那个、哦对，我们不是有那个吗？减能石什么的，然后你就是。用它，然后我们可以去把它开石头，然后它可能随机会开到其中一个，啊，有可能是开到废物这样，就鹅卵石啊，然后切坏了变火药，切坏变火药，好像可以耶，好像可以耶，是不是听起来有趣吗？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新增矿石嘛，挖矿的时候有机会挖到那些东西，哦。那这样感觉，你看你弄一颗全方位的那个石头都可以用，然后就开石开最好的就是那个啊。你是没赌过石头、哦？我没赌过啊，是什么？就不知道赌石是什么？我不知道，就是切翡翠啦，就是看你的、哦、那个翡翠原石可不可以切出翡翠。嗯、对，你的鹅卵石可以切出翡翠来、嗯。哦，可是那个其实我之前没有看影片，我也不知道赌石是什么，后来看了才知道。对啊，对啊，对啊。就是它就是看一个圆圆的石头，然后你要切开它才知道里面是什么。嗯，对，没错。简单就是这样。我忘了是看电影知道，还有什么一句口号说什么什么一切什么平一切富什么鬼耶？对啊，就赌啊。对啊。啊，可能这个石头跟你讲说，这块石头要五万块，就会你就是五万块买了一颗石头啊。对，买一颗鹅卵石。对啊。啊，接不要这颗鹅卵石。鸭子不肥啊，鸭子不肥、啊，开心虫不肥啊！我告诉你啊，这切下去一定是帝王绿啊！好会，好会！你用一个特殊材质，切出来要贵的东西，那我自己切就好，干嘛拿来卖嘞？就是不知道，就是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啊！别人不知道啊！他们其实就是有一些方式可以判断，但是那个不是百分之百准确的，就大概80%，你可以知道哦，这个就是真的超废，跟有可能是好的，就是、那种差别的。对对对对对，你可以骗新手盘子啊。对对对对。啊、哦，对啊，要不要五万？哈哈哈哈哈哈！是不是？对啊，这比什么哈记的绿宝石会员还赚。绿宝石会员价值一颗五万哦，每人每个月会送哦，说不定可以开到很多东西哦。哎呦，有啦！搞笑，我最近打算，我们都会打算出指引包给大家玩的，就是释放出来了。嗯哦，然后会改一下，就是不会有那商人可以让你直接买10块钱去买的东西。嗯，是打怪会掉哦，几率掉。嗯。对耶，真的就是要打装备的，买重置石，记得买哦，你要带很多泥土哦。哦，对耶，我已经买了一组了，泥土哦。啊、我用一组泥土吗？泥土为什么要买啊？外面挖就好了。我已经买了一组的啊，对啊，我买一组了，用了一组的泥土。
对哈、哦，打副本，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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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先睡觉啊。红方块是要下雨才会氧化吗？还是怎样？时间到啊，一直放着。时间到，对啊，放着。那我把这个铜方块一直放在这边，大家先就当作没看到它。嗯，好。我觉得在那个活动广场旁边角落就有一坨啊。啊，是我放的。哦，是你放的。我是我放的啊。那的时候就看到那有一坨铜方块在那边啊。那这是我放的吧？我想说放一下，放一个。应该没人会发现吧？可以放一下吧？那边活动应该还用不到吧？我还特地把它放很角角哎、欸。我就看到那边有一大坨、啊，就那是还是我应该把它拿来放在我的社办对面这一块空地。应该放在社办里面，应该没有人会发现啦、啊。他竟然在挑 CD 啊！对，我还在挑 CD。好，先打卷就好了。啊！影院买了一组哦。对啊，怎么了？钱那么多、哦。我还有哎、欸，我还可以再买一组以上。好厉害哦！还有。我买半组而已，你是首富吧？ 我是可以买一组以上，高校首富，真的，高校首富影业。虽然我现在没有要冲撞，但是还可以留着，打哪天会用得到嘛？嗯啊，突然想盖的时候，有一些现在装备也觉得很顶的啦。现在感觉就是装备有点强度了，但不知道用去哪里，就打副本好像就只能用副本而已。嗯。所以他记下一个考验就是要写更就是那种更猛的地下城系统。要爬我跟你讲，我又想写，我已经事实上我其实已经有写好一半了、嗯，但是后来没有弄，而且没去写完，是因为伺服器承受不了。嗯，承受不了。如果伺服器都无限效能，什么都 OK 的话，我可以写很多，可以天马行空乱写、嗯，很多想法可以。对，嗯、但是现在都卡在不行动。那时候不是已经有弄出随机地下城了，就是地形，就那个跑出地形，对啊，那太卡了，对吧、啊？就是你知道一有人开，是不是大概要卡就要卡个十秒那种、啊？还是你要，还是你要那个就是那个写几只，就是除了一般的这种 boss 以外，然后是要用那种可能收集某些素材，然后合成成一个东西，然后地上造出都召唤网、召唤线的猎魔的。对之类的，对对对，就是他的样，他的形式可能要比你这一般的 boss 还要更强。嗯，哎呦，好像可以哦。啊、这个感觉应该也比较不吃。对啊，什么用一堆怪物的交换物可以组合召唤之类的。对啊，对啊。对啊，那你就有时候打怪打一打，人掉出了这个怪物的手啊，怪物的脚。就可能你像你不是还有做各种生活技能吗？你可能就是可以透过每个生活技能去拿到那个 boss 的召唤物啊。嗯、你是不是还想要涂油啊？涂油，然后之后就可以有黑暗大法师这样嘛？手对对对，黑暗大法师，赞啊！大家就可以来打，这样还不黑暗大法师还蛮酷。艾克佐迪亚，哎、欸，你知道他本名吗？说跟二招梦泪一样啊，对对对对对，强化那种原本的怪物。我只想强化页面来打打看你，准备让它变大只的那个，变超大只那个，哇，那个会死吧？我只是好奇，好奇那个二招梦泪的那只页面。哦，那个页面网跟鬼一样。对啊，超级凶。应该不会死，应该啦，应该吧？九倍攻击。嗯，有被攻击还好啦。嗯，装备升得下来。嗯，有啊，我又爆装了，我装又爆了，那就不行。我又爆，我就也不能怎么样，我也不能怎么样，我也只能再重装一套。怎么样？然后都变耐久时再去打。耐久时好像也会爆了，耐久时会爆啊，耐久不是不回。耐久就是你乘上耐久五，就等于说装备是原本耐久的五倍。等于是五件钻装的概念那样子， oh. 那个是 Tinker 才是啦， Tinker 才是不回啦。对啊，对，像你耐久如果是100，耐久100，但事实上就是你那个装备是100件耐100件的钻装的概念。嗯，了解。还好哎、欸，九倍还好哎、欸，下次可以再打18倍啦。打了打了，连续普通拳。连续普通拳。
怎么会有一个外国人在我的聊天室尼口尼口尼啊？为什么？尼口尼，他想要听到那个叫，他想要叫你念，做给他看。为什么？不知道。他达成愿望了，你已经念过一次了，对吧？实在是太困惑了。困惑到我念出来了，没错，实在是太错愕了。这也满足啊，我不知道在讲什么，但是他你口你口你有可以走了，可以了，可以了，开心开心。计划通，计划通，太机智。有人说套装效果，其实你怎么知道这？其实已经有套装效果的东西在这个指令包里面，真的假的？好，对，我感受不出来，暂时没有，对，暂时没感受出来，我只有觉得就是潜得很猛这样子，那个魔石，哦，魔石有哦，里面有，但就是不好弄啦，你要弄好几套出来，才可能弄出一套，哦，而且你还要先把数值弄好才能磨它，对、啊。對门槛有点高，只能开创造玩玩而已了。耶、yeah, 飞行八等了，哇，飞呀、啊！我就说我不用脚走路啊，我都飞的。啊啊！为什么我中了？三只鹰，我只盯了两个人，我看到他盯两个人的现场，合作太快了吧，凶哇哇！不会飞一飞被东西打到之类的、啊，飞飞打被雷劈还是怎样？你说我撞到鸟啊？障碍物是不是？我撞到鸟。他说啊，被鸟屎沾到。我终于把我的箱子整理好了。对，我要去弄修。这样看着舒服多了。对，你们钓鱼现在还会钓到那个吗？特殊道具吗？应该不会吧。No, 什么叫特殊道具？小丑鳞甲之类的哦，鳞甲有啊。上次的那个小丑鱼任务小丑鱼吧。嗯，对，没有哎、欸，小丑鱼没有。鳞甲有啦，鳞甲一直都会钓到。对啊，嗯，也不会。鳞甲是这个啦，指令包也是我弄出来弄进去的、嗯，假的。哦、你要买鞍吗？嗯，鞍鞍。林家，我都已经钓到可以做一个乌龟帽了。哇哦！哦哟！你要给谁戴嘞？修补吗？修补卖修，好像还剩几本吧。箱子，我现在箱子还有一些吧。看一下啊，箱子。对啊。真的假的？嗯，你要少了。我要买。可能刚花了一些下去了。我花了两次，然后都失败。没成功吗？对，所以我两组没了。啊！我才知道一组这么贵啊！对，好贵啊，贵死了。这箱子里面是不是要去调高价钱了？对啊，是不是该调高啊？一些英文就没了哦。他说：“那还是好村民用不出来了哈。”对耶。对啊，钓鱼用不到了、啊。现在没钓鱼没有了，给用了。我家还有三本，我也要拿来卖喽。调高成。一本60然后必过，有没有？100%过，哎呦，这是100%哎，一样的几率，一样的东西，然后100%过，对啊，很赚哦。你要卖65块啦？哎、欸，不是这个东西，这个修补现在真的是暴涨哎、欸。对啊，之前不是10块钱一本吗？因为之前就是大概10块就可以去换啦、啊。对啊。比特币之前有那个商人在啊，就随便啦、啊。啊，你的那几本跑去哪了？箱子里没了吗？箱子里没了吗？我不知道有，都是附上面写附魔书的箱子啊。有吗？你跟上次哈基一样哎、欸。那个他的店卖了。这边呢？这边呢？阿基很熟、哦，熟路，熟客，我都走到哪了？哦，其实还很多本，因为你得太多本了吧？对啊，就是换整箱，换满箱啊，好扯啊、哦！哇啊，记得钱要放进去哈、啊，一本多少？啊，10块钱就好了，涨个10块就好了。啊，你原本不是就10块啊？5块，啊，原本这么便宜啊？对啊，我先买个4本。我多放3块钱在里面，
我大你三本。小费，小费是服务费。服务费。服务费。钓鱼什么时候才能久啊？好好奇哦。现在才五等而已。我现在八等。我要才七等。我，你八等了，小雨。哦哦，没有六等啊，那是杀怪了。怎么？你怎么？你太猛了吧？没有，因为你讲完那一刻，我打完那个鱼，它跳出来 LV 八，我以为是钓鱼。Oh. 你吓死我了！吓死了！这里有没有鱼啊？有啊，好爽哦！还有钻石，好爽。35.63，它好像五等钓一等才零点，钓一只才0.4哎、欸。对啊。欸、可以卖经验加倍卷吗？就是很累啊。对啊，经验加倍卷好像可以。你说生活技能加倍卷跟战斗技能加倍卷，50%up 这样。启动一个小时内都有效。我愿意买、欸。我也愿意买、欸。我愿意买。太强了。好像哎、欸，我。10点咯、哎、有太强了哟！超超超！太强咯！是谁嘞？会是谁？哎、欸，如果哈记中，就去拔牙，好吧？嗯，不要不要，我晚一点，晚一点，我就晚一点的祭品，祭品我祭品我，拔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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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没有拔牙，九月中之后拔牙拔牙拔牙，拔牙前我们先去吃，就是诶大地震大地震，地震，有吗？真的哎，真的哎，真的哎，蛮大的。不管我先不吃，钻石我的，我的钻石，吃我的，你脱单，所以真的地震了，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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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真的有，有，今天刚讲完就有了，还能五个，应该有一点点。晃晃的，晃晃的，欸、要献祭啦！ Yeah. 好啦，阿纪没有，阿纪，阿纪，你去最近近期拔牙之前，我们先去吃一顿好的，然后你就可以去拔牙了。先去吃一顿好的，好像拔牙会怎样？拔牙听起来很不妙哎、欸。就因为拔完之后有差不多2个礼拜不能吃正常的食物、啊，不能好好吃。对啊，所以对啊，智齿没有那么久吧？没有吧？我记得3天就可以了哎、欸。4天就好了、啊。对啊，看看你有没有切开，有没有切？有切开的话就差不多2个礼拜。我的有切啊。哦。要切切，然后还要看每个人的身体复原的能力，对啊。嗯，放心放心，哎，砍我一刀一下，砍你一刀，要最痛的那一种吗？不要最痛，就普通平砍。还是要穿幸运装砍你，没有就穿攻击装。攻击装，好，最痛的，跳砍跳砍跳砍，我一定跳砍呐、啊！跳喽，跳，哦，好痛，还扛得住，还可以。50滴。我终于中了，终于中牙了，拔牙了，拔牙换来的，对啊，拔牙换来，拔牙换中牙仙子没背叛你了，拔牙拔牙，五月中之后啦，五月中，九月中，九月中之后啦，也快啦，也快啦，快了，快了，很快了，差不多，祭品文，祭品文呢、欸，很棒。他开心吧？我感受到了。对啊，应该是很开心的、啊。他应该是很开心吧？哎、欸，那你下个礼拜再祭品一次，一次拔两颗这样子。好了，今天的高笑到这边啦、啊，感谢大家，我终于中奖了，中！这一季到底是谁都最后都没中，我现在没中啊，跟阿旺还没中，对啊，对啊，现在还有两个。哈基叛徒，耶、yeah, ！我就叛，我就参加，你就叛，我就叛，快去拔，快去拔，他是不能算叛徒，就是他用他的牙齿换来的，对啊。好讲，我怎么讲完马上就中了？哇，我嘴巴也太恐怖了吧！好啦，就这样，感谢各位今晚收看。今晚发生什么事情？讲地震就地震，好恐怖哦！快跑，快跑！好啦，就这样啦，感谢各位，我去看一下隔壁菜菜有没有玩，好像没有哎、欸，啊，他没有开。
就这样啦，感谢各位，那我们明天见咯，拜拜。拜拜拜拜。嗯，等一下看一下有谁开台，我带过去。嗯嗯嗯嗯嗯。迷迷迷，摩卡有开。这摩卡就是真的是现实认，也不是算现实认识朋友 ，FB 上的朋友啦，就是有兴趣在做，然后才会想说把你们带去那边玩一下。嗯，对耶，认识的只有他开。不，还有其他人啊，可是我觉得其他人名气已经够了，想说就让给那些刚起来的小实况族。等一下，怎么找不到他了？摩卡雷拉，哎、欸，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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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上去，放上去，放上去。摩卡，你去哪了？摩卡，哎、欸，我没看到、欸，哎，关了吗？那我们去另外一个人的台好了，我没有看到了。这里，这里，这里，这位叫小雪，那也是之前跟诺英玩狼人杀才知道他的。这样啦，这个是小雪，去打招呼要有礼貌哦。就这样了，就这样啦，感谢各位。对，我刚看到摩卡关了，哭啊。这个这个 ，OF 5啦。哦，没有 F 5啦。好啦，就这样啦，感谢各位。白的，晚安啦。有点白的。拜拜拜拜拜拜，我去打个招呼。拜拜。